没有，我想想，应该没有。其实我最想的是，我想唱给那些早出晚归的人，就生活特艰辛的人。然后这是大家想的，就是选了选来选去，就决定去后海了。这歌是我97年写的，但是我前几年想起来的时候，我大改了一下。我就觉得，如果第一次你没有抓住那感觉，就永远抓不住。那时候没有写完，现在以后也不会写。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工作，然后就是有点压迫感，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放松的感觉。小编，那个地反可以稍微大一点。周末好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？什么都不说，像来自天空停落指尖的触痛。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？梦里的海潮声，他们又如何从指缝中划过，像吹在旷野里的风。
谢谢大家。